也来点冰淇淋消暑一下。这间在台中的意式冰淇淋专卖店，除了卖多种口味的手工冰淇淋之外呢，还有很多种创意冰淇淋的吃法，像是在豆皮里面加上了樱花虾、米香跟香草冰淇淋，还有呢这个玄米口味的这个冰淇淋加咖啡，都让人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口感。